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来自俄罗斯里夏卢，在中国生活了已经五年了，在哈尔滨，现在才来南京三个月，是个小萌新，对于中国春节非常了解。这个春节我吃了个饺子，还点了红包，还做了这样的小块的灯组织。今天我想带你们去看看非常有名的灯会吧，一起跟我的兔子看吧。这个灯有15米高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金环灯会据说已经传承了近1700年，2006年被列入记忆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今年据说有170组同年出祭的华灯。山灯祈福，照定幸福，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。